就赶快跟贾主任认错吧，贾主任这个人欺软不吃硬。我怕啥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咱们东北老爷们到底有多硬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趁今天这个机会来分出个上下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你呀，太磨叽了，谁输谁是老娘们。嘿。 有这个功夫，还不如好好学习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真的很奇怪，动不动就要别人去吃的。对啊，有什么好比的啦？走吧。哦，走吧。 王博，谢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赢了，我还没离开跑道呢，继续啊！哎，嗯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喝点水吧。谢谢。 哥，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跟张无锋作对啊？这样我为难。为难？为难啥呀？我一点都不为难。我跟你说，老妹儿，我不是一定得赢他，我也不怕输。但你说这都是青春荷尔蒙涌动的年龄，考虑那么多干啥？干就完了，不然这以后青春得留下多少遗憾呢？你说对不？哎呀，老妹儿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。 你能扶我起来不？我全身都抽了。